好，福斯店的芳芳小姐，来，现场观众大家好，非常有爱心的芳芳哈，来，为咱带来这首。听讲吼，三十当前伊就唱这条歌，那时候他刚刚开那个福斯店，所以今天呢，要用这首歌来唱给大家听，回味一下。来，这首歌什么歌名呢？心挂意无路用。来，我们的龙姐龙青的歌，心挂意无路用。好，来，掌声鼓励哦，谢谢。芳芳，我那个公主哈，非常赞的呀哈，来继续。坐在那，那邀请咱。